让我们大家热烈的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刘健总领事讲话。非常高兴啊，今天在这儿大家相聚相识，也感谢大家，因为今天是周末，其实呢这个休息时间到这儿来咱们举行了一个欢迎活动，体验吧，感谢大家。因为我刚才看一下，大部分还是第一次见面，一个少部分应该说还是在洛杉矶见过面，特别是前天晚上我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啊，咱们这儿还有新朋友，特地赶过去。谢谢。这个我是七月中旬过来，本应该比较早也过来。原因大家知道，是因为我们国家新的领导人，一个是习主席出访拉美，到访南加州；另一个就是他去访问这个南亚和欧洲。我知道我在巴基斯坦。所以需要把这个访问接待完了以后才能够转到这儿。大家可能注意到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应该说接待的规格是非常高的。他到印度访问的时候是去机场移出的是一个公司，到巴基斯坦总统总理全体内阁全体将军方领导人都到这里，而且是发现这个公司在做一个过程中非常好，非常成功，也算我在为我在亚洲工作20多年画了个句号，所以完了。当然，我们新主席到南疆走，这个访问没有好。不扎领带，是个非正式的会，但是这个会非常成功。两个领导人一共谈了8个小时，应该是觉得国际地区，特别是两岸关系方方面面的事儿。他们提出了这个会上面提出了，并回答未来中美关系应该怎样走这样一个历史命题，那么把我们中美关系啊，就带入到建立新型大国的。那么大家知道，十八大以后啊，中国新一代领导提出了两个百年的目标和中国梦的原因，鼓励呢要搞一个经济啊，发展我们的改进的模式。另一方面呢，对这个党内我们现在往前和路线群众路线教育，那么在国际上呢，也采取一系列重大的外交的行动。应该说打开了我们现在这个新时期的外交的新局面，所以这些情况都不看出新代领导人对党情国情事情这种准确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对国家发展和这个民族未来啊，他们有坚定的追求和历史的担当。那么当然中国要实现我们叫国家富强、民族富、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最重要还是要走自己发展道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但是现在是国际经济形势已经叫做经济全球化，所以你要实现搞中国梦，关起门来是不行的，必须同世界进行合作，也就是说在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这么一个情况之间来做出决定。那么中美关系稳定发展。